原标题最悲剧，大国领土比我国还大，但大部分都没啥用，混成了三流国家。从世界历史来看，整个世界几千年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战争史，一部为了土地相互争斗的历史。而且几乎每个国家都在扩张，因为领土大国家才大。就比如美国独立才200年时间，却一直在扩张，领土增长几十倍，才有了现在的世界领土格局。但是有时候还是应了那句话，到头来万物皆空。因为很多国家虽然努力扩张，国土很大，但是却大部分没什么用。最典型的就是下面这个大国，堪称最悲剧的大国，领土比我国还要大，但是却大部分没啥用，国家混成三流国家。这个国家就是加拿大。从世界范围内来看，加拿大那堪称是最不容易的国家，其生存在世界最强国家美国的身旁，还能保住英国人留下的庞大领土。在美国几次入侵的情况下，都打败了美国，甚至一度杀到美国的首都，付出了巨大的伤亡才活下来。照理来说，加拿大的军队如此厉害，而且国土比美国还要大，高达998万平方公里，比美国多了好几个省的面积，是一个世界领土大国，可以说具有比美国发展更强的条件，完全有条件发展的比美国更加强悍，更加牛了。但是加拿大却悲剧了，而且是非常悲剧，不但没有发展成世界大国，反而混成了世界三流国家，国力很弱，跟美国差了好几个等级了。对此很多人不理解，加拿大面积比我国都要大，比不上美国，却更是比不上中国，在世界的存在感甚至还没有三流，可以说混得很差。那么为什么会如此呢？其实主要还是出在领土身上。加拿大在美国身边几百年，那是日防夜防，防止美国来抢夺领土，好不容易才守住了这广袤的土地。但是等静下来治理才知道，这土地虽然大，跟美国没办法比啊，美国那都是沃野千里。而加拿大整个往北部几乎都是天寒地冻，温度常年零下几十度，没有开发价值，更不能住人。所以加拿大空背了一个领土大国的帽子，但是其实广袤土地能够利用的不到10%，也就是不到100万领土，这个量级的领土也就是世界三流国家的标准。而其他8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基本上没啥用，看着不错，画在地图可以欣赏，但是实际上没有用。所以加拿大的发展一直受限制，因为国土能利用的不多，所以资源人口也少，经济建设也缓慢，所以越发展在世界存在感越低，现在堪称混得最差的领土大国了。而且现在基本上要看美国脸色，靠美国发展，是美国的小弟了，所以在世界的存在感和话语权那就更加低了。所以加拿大完全横不起来，确实看起来大，但是没啥用啊。欢迎关注还原历史真相背后，每天为您更新新鲜的历史资讯，不出门看天下事。参考文献：世界历史文库、加拿大史，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